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今天继续我们的 Run Zombie Fooder 呀、我们上一集呢停在那个 School 里面，对不对？还是哪里啊？其实有点忘记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呢继续我们上一集的进度哦，看一下我们能玩到哪里，当然是希望能破关最好啊，因为我有看那个谁的留言，有观众的留言说这个游戏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了，是真的假的？啊，这个我们来玩看看吧。啊，反正今天会到怎样就是怎样了，死掉的话就算了。好，小心谨慎，小心谨慎，好不好？来来来。啊，为什么从头开始啊？等一下，大哥，为什么 ？What the？ 哎，他不能记录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纳闷，这能不能记录啊？哎，我之前玩的不见了，所以说这款游戏没办法记录。等一下，那我现在在这里，我故意停在这里好了，然后我退出，继续。我的，不能记录啊！啊，算了，重玩吧。啊，我们今天看不可以破关，感觉有点难哎，破关。在想什么、啊？破关！我的天啊！哇，全部都重来哎，有点难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以为能够记录，你给我这样子，搞得我要必须全部从头。宝贝儿，都这样子了，那我们也就只能重来了。而且他每一个，好像他只有这张图的样子吧，感觉只有这张图。因为我每次重开，他感觉都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说，找到特殊角色或者是类似像馆长那一类的，应该都是在同一个固定的地区吧？会不会？还是说这个游戏不止一关？因为我记得他这个游戏的任务是要到达一台救护车，然后就结束了。还是说要到达救护车才可以记录？是这样吗？哎呀，我也不是很清楚哎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既然都这样子了，我们就继续玩下去吧。啊，希望呢可以这一次可以顺利一点啊。等一下，我也想说要不要先在外面稍微探一下。再进去，晚上再进去，感觉会比较好一点吧。我是这么觉得哎、欸。算了，不管了。我决定我要进去了。乍看之下都快晚上了，我们走分。开枪，开枪！射爆他！啊，我们全体升级。啊，遇到了一个女人，女人跟着我走吧，女人。天哪、啊！没有想到会重来啊！晚上了，晚上了。Tempo 抓得不错，这个 Tempo 抓得很好。这样子，其实我还蛮好奇一点的哦。武器是谁碰到谁就拿吗？还是说只有固定的角色可以拿武器啊？你看会拿武器的感觉就只有这几个，其他的好像没办法拿武器的样子哎。是我错觉吗？哎，有升级了，我们的狗狗升级等级二了。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我们的老爷爷带着一只狗，感觉不错。我们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，要在这个第七天的时候，第七天之前，好好的。看可不可以阻挡一下那只 boss。上一集好不容易把那只 boss 弄死了，结果没想到居然我们要从头开始了。No， 太过分了吧！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你行弟，用尾游的方式也是可以的。完了，他们都不要落单好不好？落单真的麻烦。我们这次选择性的尽量往上走看看好不好？对啊，我们之前都是往下嘛，我们这次选择往上，看会不会遇到馆长。
哦，那种大面的角色，哦，应该攻击会很高。我觉得那种角色应该就是拿来专门对付那一种，啊，对付那一种就是 BOSS 级的敌人，有没有？哦，这边好多，这边一定要带枪了。这边有人要死了，有人要死了。还有一个女生角色，不能让她死啊。哦，你第一次上来这边欸。哇哦。欸，那个有一个八七啦。我的天哪，怎么有八七在那边等死啊？然后下面还有一个，我天哪，根本就愚蠢至极啊！好好的不落单不行吗？厨房，厨房可以找厨师嘛？对，太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子弹刚刚很多，食物也够，撑住撑住撑住！啊，尾鱼罐头，尾鱼罐头，我们来这边找我们的厨师啊，刚帮忙给食物。啊，厨师哎、欸，这里没有厨师，哦，看到看到了，耶、所以说他这地图根本不是随机的、啊，我还以为是随机的嘞。有点可惜，如果它可以做成随机的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的耐玩度大大提升，我是这么认为，而且游戏性也会很强。不然的话，你看嘛，现在都是一般般的，就是很正常的路线，大家就知道怎么攻略了，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游戏玩光了，好不好？一下就结束了，啊，完全不需要去思考。哎，对，我现在是半夜哦，没关系，咱们半夜也是可以进行的哈。好，我们有枪，啊，尽可能。哦，哎、欸，这里没路啊！有人说这种东西都是绕后面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待会到底试着往后走看看。啊，记得上一次我们上一集有到那个篮球场，对不对？那个有观众说，有观众说篮球场可以找到壮汉，是不是？找到我们馆长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警察局、欸，警察局来看一下好了。不管，等一下我们往右边走，看可不可以到警察局，不是，看可不可以到篮球场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到篮球场，我们就折返了嘛。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就折返。哇，那边有把枪，不错，捡。呜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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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哇哇哇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感觉很猛哎、欸。警察局，警察局应该就是那种军械很充足的一个环境啊。不错不错。来这边看看，现在第三天嘛，是不是 ？OK， 这里没路，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！这可以玩到第几天？啊，这唯一可惜的地方是不能存档啊，这实在太可惜了。不对啊，这个怎么可能不能存档？不然他那个继续的按钮是做啥的？我觉得一定有个地方是可以 safe 的，我觉得就是那个救护车，我觉得那个一定是可以拿来 safe 的，不然没理由啊，我真的觉得没理由。你要嘛说你说不能存档好了，那你一开始就没有继续这个选项啊，一定是开始嘛，就只能开始新游戏。既然你有继续这个选项，它一定有地方可以存档，只是我没发现而已。啊，只是我没发现而已啦，太扯了。哎、欸，警长哎、欸、，Hello， 警察先生。哎呦，继续。啊，这边应该关了很多囚犯。啊，这里没东西。哇，这是怎样啊？然后这边关，这边门都关起来了。这里是要怎么过去那里面了、啊？我记得我们上一集好像也有来到这里，对不对？但这里始终打不开，感觉我好像少弄了什么东西啊。算了，没有地方可以走，回去吧。刚好回去差不多也早上了吧？啊，这个地方警察局大厅有没有？从上面走下来就可以过一天。啊，你可见这个。这个警察局多大间啊，是不是？好大间啊，
从上面走下来就过了一天，日子过得好快啊！怎么可以这么快？好了，真的没办法开那个门哎、欸。你看没办法开门，我们就回去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里哦，这里来过了。哒哒哒，离开这里第四天了，完了，我们在浪费时间，赶快赶快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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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往下走了，出来喽，开枪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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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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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回可以上去吗？答案是不行的，果然不能走果冻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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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太多啦！集中一下，集中一下。这个地方不开枪不行，太扯了。快吧，快吧，快吧！好，我们可以开始往右边走了，往右边移动。子弹不要省，子弹不要省，保命才是重点。你看这种地方，你还敢省子弹？别闹啦！哇，升级了，等级三。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快！我觉得这边这一条很大的这个丛林的路啊，啊，这条路一定要靠开枪跟这些小兵敲打才有办法过，不然的话绝对被围死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快点快点快点！19个人来，我们人怎么那么多？呀，警察车，哎，不是救护车。难道不是这一台救护车 safe 吗？没办法记录。哇，子弹被我们用完了、欸，靠腰。好吧，想办法。我再另外想办法。厨师，你给我过来啊！厨师，别被耍八七。哇，这边没路，再走看看好了。完了，要晚上了，死定了，完蛋了！先杀掉这边，有人死了。Oh no! Oh no! 啊！哇哇哇哇哇！撑住撑住！护士小姐，不要！撑住啊，护士小姐！快跑快跑快跑！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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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，有人死啦！这样不太对劲吧？哦不，完蛋了！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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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灭团了！我要灭团了！一堆人要死了！快跑啊！太夸张了！哎、欸，护士阿姨，不要啊！护士，怎么那么巴西的护士？干，护士死掉了啦！哦，我说怎么可以那么北齐啊？你们要打，你们他妈就是聚集一点，那边分散靠，有意思吗？完了啦，灭团了啦！那分散靠有意思吗？哦，这些 AI 真的是有够智障的、欸。哇，那人工不要那么智障嘛！又到学校了，我们又到学校了。我们厨师死了，我们厨师死了，巴西刀有剩。哇，20个人剩下这一咪咪耶，死定了。温系温系，又没有会补血的，太好了。哎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篮球场，我们上次没有过来这里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次特地过来这边看一下好了。好。有没有我们要的角色啊？拜托，来自特殊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我靠，右边2只馆长，哇塞，就靠你啦！哇，这攻击好高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早知道先来这里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们人很多的时候，直接冲到这边来，哇，可是才2个而已，感觉挡不了多少，觉得啦。可是好像他们拿杠铃在敲，哎，这攻击力绝对是超高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耶，受不了了，怎么办？我
们现在人数十个人，等一下那个 boss， 我觉得我们应该打带跑，或是不要打了啊。我就觉得那 boss 能不打就不打吧，不然实在太危险了。我们的馆长可以升级，升到等级三，应该也是非常的强悍啊。哇，这一定应该会有一个一套的正确流程啊！我是没有看攻略啦，我个人是没看攻略在打。如果到时候要破关的话，我可能会看个攻略吧，就是会比较好过一点啦，知道怎么走，过比较快啊，比较不会浪费时间。我觉得这都是要慢慢来。如果这种游戏一开始啊就看攻略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就失去原本的乐趣了。一个游戏乐趣就失去了，所以说我通常玩游戏啊，我都会先就是玩过一遍，或是两遍，或是三遍之后呢，大致上摸熟了再去看攻略。啊，如果真心想要破解这个游戏的流程或是关卡的话，我会这么做。哇塞，已经没有办法补血了，我们的护士不在了啦。我记得还有某个地方有医院，不是吗？那个医院是不是在上面？完蛋了，第六天了，一整个就尴尬。我之前看到有人玩收集到五六十人，怎么办到的啊？真的觉得很强欸。五六十人怎么办到的？我们刚刚好不容易二十几个人，马上被一整群围死。哎，我觉得那些人真的很强。算啦，不管啦，赶快往前走就对了。我们没有补血的，我们没有奶妈，全部都只能靠自己了。你跟我说在学校有什么奶妈？想太多了。哎，补血了，太棒了！终于啊，可以小撑一下。啊，这边医务室也没有奶妈，太棒了。怎么办？没想到子弹耗掉的速度真的超快的。我看到观众留言啊，突然讲到子弹啊，我们看到观众留言说这个子弹啊，有人在某一个地方直接捡到600发，是真的假的啊？感觉又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房间啊，我不知道在哪里啊。这整任凭运气了，没有就是没有啊。好吧，算了，我们该离开这里了。我们带了两只馆长，彪形壮汉，刚好一前一后，有没有？帮我们挡伤害，而且又要晚上了，完了，我们现在这时间点不对啊。我们的时间点不对，不管了啊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去好了。好不好？我们先等到早上再出门吧，不然实在太危险。我觉得这一波晚上我们一定要灭团，然后第十四天就不一样，这样吗？还是说不一样啊？快先跑，先跑 ！No， 你现在出现了，我们先杀出一条血路。哦，快跑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情况不太妙，快跑快跑快跑！等一下，这里没路可走了，把自己关厕所啊！啊！救命啊！跑太快了，要被追上了，死定了！馆长，不要管他了，馆长！有人死了，有人死了，有人死了！馆长，快跑！馆长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追我啊！会不会第八天他就消失了？希望如此。Help me！ 不要咬我哦，先跑再说。哎，这里我来过吗？上面感觉有出路哦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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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！这里到哪里？这边有血迹，这边有门。啊！快进来！这里是哪里？没关系，我们至少 safe 了。好，救了一个，刚救了一个又死了一个，太棒了！快点来点补血的啊！
那边个拿到巴西在那一动也不动啊，冲三小。哎，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这游戏我记得好像很久了、欸，是不是也该更新一下他们的 AI 智慧了嘞？这样真的很困扰，说。来，抓，抓，打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，哎、欸，你们经验值永远不够多啊，永远闲得太少，永远闲不够啊！喂，集中一点啊！哎、欸，哦，没有子弹了、啊，留着留着，留了子弹，留了子弹。哇，我们这边有人快死了，金发美女在被弄一下，可能就去了。然后我们没有护士哥哥，没有护士小姐，也没有医生哥哥，太棒了。我们在这边一样待到早上吧，不然怎么办？待到早上时间，希望第八天的时候呢，那个是 boss 可以消失不见。然后我们全程配枪打好了，不然真的没办法突破啊，太危险了。啊，快要早上了，撑着点。我想要不要出去看一下？冲啊！干还在啊？干不是吧？馆长，你不要卡条啊，馆长！完蛋了，完蛋了 ！Oh no！ 啊，金发美女挂了。这里是 super 什么？哇，管你这里是哪里啊，先来再说啊！哇，这么多鸡是怎样？好，我们救了一个。哎，这个戴帽子的这个，好像会提供医疗或是食物或是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好哎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这个它会提供三种啊，是一次给还是随机啊？哇塞，超商食物一大堆啊！太赚了吧！然后感觉有希望哦，我们感觉有希望哦。不行啊，没有用啊！哎，那个戴蓝色帽子的这位新晋弟兄，我很需要补血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给我罐子啊！你不要给我食物，我要补血，好不好？天啊，那只大彪形壮汉在外面。哎，彪形壮汉不见了。壮汉不见了、哦，哎，这是 BOSS 消失哎，哎呦，太好了！原来时间到第八天会消失，真的假的？还是我错觉啊？不管了，我们往左边走，哎，有人要死了！哎，那个等级三的那只家伙，不要靠那么近，太危险了！八七耶，哦，这是很八七耶，我不是我要讲啊。算了，受不了。霸气到有剩。啊啊啊！有人死了，没子弹了啦。我想要往下走，给我往下哦！你们这些完了，完上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你们要死了，你们要死了！哇，这你们躲起来了，放生。哇，这里没有路啊！啊，该死，死定了。Say goodbye， 又有人哎、欸，救一下。靠边，那只巨，哇，太狂暴了。馆长死了，啊！冲啊！往左边，冲啊！猪啊你！哇，又有人要被抓了，再见。再见，永远不见。剩两个，啊！这里怎么没有路啊？啊！救命！哎、欸，救护车有没有补血的？我、哦、现在才给补血，会不会太慢了点啊？哎呦，这边什么住宅哦？不要打他了，八七。哇，我们剩下三个人了，耶、yeah ，好棒啊！太棒了！怎么
可以这么棒。我们觉得我们刚开始来玩这个路线全部都错误了、啊，错很大，你知道吗？错超大的。下次呢，我们应该要直接赶快立马，哦，跑到医院先弄一下医疗人员，先知道医院的位置在哪里，直冲医院，拿到了之后呢，扩充人数，就不会有悲剧发生了，是吧？完了，有人要死了，拜！才刚救到你说，敲死他，非常好。哎呀，不要那么难操作好不好？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好，我们还能奢求什么呢？没人啊！哎呀，又没有人拿枪啊，剩下干什么？哇，这是怎样？不行不行，右边有没有人？打！我们这是馆长等级三嘞，好厉害哦！我觉得啊，这个游戏啊，前期需要浓啊，什么叫做浓呢？就是说不要急着要冲出去啊，就是因为我们会自动回血嘛，只是回比较慢而已。那基本上呢，如果要打得够顺的话，我个人是已经想到一个套路了，就是外面一堆小兵嘛，一堆小僵尸嘛。在门口砍一砍之后，再回到房间里面回血，这是一个算是哎呦，晚上了晚上了，这是一个算是不错的一个攻略方式吧，不然还有什么方法？就把每一只角色等级都练到三等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样好花时间哦，如果不冲的话，整个待在那边农兵农到每一只都三等，然后再去外面，感觉很花时间欸。光是这样来来回回，可能就不知道几次了，完蛋了，过不了了哦。我们现在第九天，只有一个可爱的馆长在这边站着。馆长大哥，馆长怎么办？馆长，我们过不了了，馆长。哦，过不了！哇，是怎样？哇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抱歉了，只剩我一人。哇，血真的很多耶，这一只。哇，一人行动反而更迅捷，有没有？哦，原来这条路是往这边走，难怪我们那时候死路一条。哎呀，哎，上面是不是军火库啊？哎，一个人移动好方便哦，完全不拖泥带水。靠北敌人太多，我先走了。我们先去救旁边这两个。哎、欸，靠北人都不见了，哈哈哈哈！哎，阿兰嘞，这边刚刚不是明明两个吗？哎，算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自己没人拿枪啊。那这边也有房子，稍微探索一下好了，会不会找到隐藏角色啊？拜托来几只比较屌一点的好不好？馆长大冒险，加油加油加油啊！里面这两只好敲好敲啊，这边有个补血的站，250发子弹，没有人会开枪，太棒了！不要咬我 ，no， 快跑哦！补血，这边一定有人可以救啦，一定有人可以救，只差我有没有看到而已。好，我没有看到，东西拿就可以走了，拜拜 ，Go Go Go， 这边，哇，结果没有人可以救 ，Are you kidding me？ 这里没有人可以救、欸，哎，我觉得他那个人跑出来是随机的哦。因为刚刚很奇怪，过图之后人就不见了，我觉得是随机的。所以说我们遇到有没有好用的人啊，就是遇到医生那些，除非特定的像是医院或者是警察局之类的，基本上在野外的话都是，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这个时候出来的。
What the fuck? Oh no! 啊，人家伊拉第一爸爸，啊，人呀，我，喂，你们怎么复活了呢？我记得你们不应该在这里的啊，僵尸永远杀不完。哇，他们又复活了。人家伊拉第一爸爸，人家嘿嘿。完了，求生意志薄弱。各位再见了，各位，来生再会。啊！也太难了吧！哇，好 man 的僵尸馆长啊！哇，太扯了！啊，算了，我不玩了啦。下一次的话，我觉得就直接开直播好了，不然的话，真是太难玩了。这个一局要玩好久一段时间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结束了，好不好？那个下一次会不会继续玩不晓得，因为我手边老头还有很多款游戏可以继续玩啦。啊，这款的话就先搁置吧。啊，就出到第三集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见面了，拜拜。